上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客队高雄全家海豚的先发五人。今天后卫还是 Brickman， 另外搭配的是于焕雅，在前场这边包含了林任红、吴龙茂还有亚历山大，这是这场比赛海神的先发五人。在台钢猎鹰则是吕继儿、Jordan Chatman， 另外还有张家荣、龙宏源以及 Artino。 Artino 的一个伤势是没有大碍，那这个礼拜赛前问了一下孟竹教练，也都是跟着球队正常名来抢这第四名的资格。那到时候的季后挑战赛，排名在前面的一队也会先有一胜，所以就变成第五名的球队 Artino 分给到四十五度角 Jordan。 哇，这个地板球给到了大圆啊，对他来讲是家常便饭的，有些时候他打得比洋将还凶一些，而且他的得分也都是大圆持球，立刻阿迪诺再分给吕继儿，弧度拉高，空心命中。胜利当中他都是在第四节跳出来。我觉得孟竹教练他有个优点，就是他会给球，这个发球有点危险，直接被 Alexander 给抄走。哇，阿迪诺因为传球传得有一点偏了，对，一个抛投没碰框，阿提诺抓到了进攻篮板，下山路差点被抄走，好球过大圆。今天大圆也算是有高度优势，对，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比赛给完成，先做好。所以猎鹰他现在是每场球打得精彩，这才是重点。哇，刚才张家龙没办法，欧洲步进去被扇火锅，对陈内斯来讲也算是打老东家。哇，两个球员的给球出现了默契上的失误，这个球被 Brickman 自己把球抄走，轻松的上篮得分，云豹一分，135-134，险胜的台啤，所以暂时在胜场上来讲 ，Brickman 给的一个小球让秦明庆得到两分，老东家，蔡耀军地板球给到雷神，这是个2+1。而且秦明庆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了，篮板拨到了猎鹰这边手上，张伟强过掉了于焕雅，白进了两分。海神这边也把吕威廷给换上来，今天应该人人都有机会上来磨练一下。一个球员暂停回来，阿提诺分给到了蒋乔安，出手过头，雷神进攻篮板，于焕雅在游击区收球，吴一斌。这个脚步踩的蛮漂亮的，欧洲步，对，欧洲步。这边 double team 过来，代表有人有空档。高国强拿了球就起油了。猎鹰其他的队员来说是一个利多，否则阿天东一拿球，不是一个就两个来包夹他，来推挤他。雷神给他高国强 ，pick and roll 之后下沉，两分拿到，好球。哦，这个球高国强。脚步非常的漂亮，意识到底下还有阿丁诺，是，我就让我想到说苗栗大同国小，他们是专门培养这个控球后卫，而且正好都集中在这个队。对，没有太好的机会打快攻，哇，这个传球线太长，被于焕雅给识破了，上篮得分。于焕雅判断到了，在那等，阿丁诺重新下球，也没放进。哇，这个 N1 快要盖过现场，那回给猎鹰4-2的机会，来一下两个人抢球，阿提诺，哎呦，正面打板，阿提诺被包夹，篮底下刘俊廷，好球，这就是刚才，阿提诺拿球了，是落边落侧边这边分给了吕继儿，是吕继儿把握住了投进这个三分球，对。吕维廷球没有运得很好，但是底线队友陈内斯帮忙又过来了，对，落边吕继儿这一次换到右边底角，哇，一左一右，吕继儿在这场比赛赢得了14分，他命中了3颗三分球。那海神这边 Brickman， 哇，这个球给到跟进的是吕维廷，哦，抱歉，林任红，那穿针引线的功夫真的很好。再给落边吕继儿，会不会是第三颗？吕继儿的三分球大赛没碰框，猎鹰上半场应该还有至少两波的进攻，刘俊廷 N1 的机会来了，给到秦明庆，球没有接应好，再给一个地板球林任红，漂亮，这球给得很好，对，留8.15秒来看海神如何掌握。
陈内斯 step back 三分球，空心命中，我这看到只差九分，看到猎鹰教练团里面滴血啊！对，这个不必要的失误、啊，让球队付出了三分的代价。开个玩笑，今天才刚猎鹰三分球比罚球还准。哦，我的妈呀，赖一颗回来，还以颜色。李焕雅 wide open 大空档有了，所以我说这个一来一回哈、啊。Gilbert 很远的距离，他取代的是眼睛被戳到的 Jordan Chapman。Brigman 吴一冰外围 catch and shoot 有，最后没有投进。李继儿自己上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十九分的得分。啊，最后云豹是一分击败了台啤英雄。哦 ，Brickman 决定不下球了，自己切入。猎鹰这一波 ，Jordan Chapman 回来，明中传上篮了。这个球要单挑，啊 ，Tino 有点勉强。Jordan， 哇，最后是被张伟强给补进。Brickman， 吴一冰很有耐心给到于焕雅 ，Wide open 空档，关键的一个三分球。刘俊廷被影响到，啊 ，Tino。进攻篮板拿到，给到了 Jordan， 由他来稳定军心。大对角，张伟翔切入，好球！篮板到篮筐另外一侧，反攻得分。哦，这个传球被女记者识破，契儿把球抄回来，前面张伟翔有，双手爆棒，九分领先，进入到最后的十二分钟。球给的蛮快的，雷神撞了一下，对整个领先的进攻方来说，哇，这个你看看 ，Alexander 剩下三秒左右，要赶快看篮筐了。张伟强带劲一点，今天出手得分，到点的得分，在这一点他们有发挥，对，库萨斯不能打情况之下，他们具备的一个优势，哇，有点，十二分的分差。第一拍，这边张伟强已经倒地了，让 Brickman 该叫暂停的时候，该要求权的时候，他依旧就是很细心、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球。两手把球给保护住，李继儿长传到前面，再回给拖拖进来的阿提诺暴扣篮筐。吉伯特自己收球投三分，所以刚才陈内斯这个失误，可是一场一场做好也是一种方式。对。就得拉杆秀了一下，冤吗？因为胜负抵定，还是说就是教练希望他们打最后的弯下？陈怀恩出手没有投进，吴小景已经无伤大雅了，无伤大雅出手啊！猎鹰基本上也不防守，要恭喜台钢猎鹰，他们今天在例行赛主场的倒数第二场比赛，91-76击败了已经在例行赛封王的全家海神。